看错了啊，我可不是毛隼，嗯，你可别找错人了啊，你到时候找错人了，你到时候这，嗯，啊，小隼在房间里面啊，还盯了我一下，你看他偷看我，他在那偷看我，对，你看他在偷看，他一直在那偷偷的瞄我一眼，瞄了一下，这个人怎么老在我这在这儿干？怎么在这看着我呢？盯了我一下，瞄了我一下，又去看毛隼。毛隼就在这个房间，毛隼他就在这个房间。嗯，哎呀，一点点。毛隼就在里面，应该在那休息吧。毛隼这个点儿应该毛隼可能还在里面睡觉了。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，看看能不能，估计让他看到了啊。看一看啊，哎呀，休息一下吧，让你那个啥的休息一下啊，星儿，别，好吧，让他休息一下啊。你的伞会不会风太大了？今天的风特别大。一起把关注点一点，好吧？粉丝灯牌咱们一起点亮一下，谢谢大家。椅子咩咩咩咩咩咩，大家一起把人气票往上走一走啊！谢谢大家啊！这今天打榜还是打的这么佛系啊，打的太佛系。拉便便了吗？哦，拉便便了，拉便便了，拉便便喽！你看它的便便也带点绿色的啊。考一下人生，哇！听到声音没有？你们现在能听到他叫的声音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再走一走啊，看一看，走一走啊，看一看。这是现场直播啊，走一走啊，看一看。又开始大了，小泽穿个雨衣好，既保暖又那啥。他这个吧，风太大了，风太大了。哎呀，难怪这边的人很多都不带雨伞，这么大的风啊，是吧？雨停了，雨可没停呢，还有一点小雨呢。再走一走，看一看，走一走，看一看。为啥这雨伞总是不哭？哎呦，这风好大好大呀！哎呦，一起把关注点一点啊！又去找毛隼，毛隼就在里面呢，就在里面啊！走一走呢，看一看，走一走啊，看一看。哎，就在他那啥毛隼门口不走了，不走了他。闻到味儿了啊！他就在这门口，他就坐着，他不走了啊！春天的味道是吧？是不是春天的味道？一起把关注点一点啊！
开门要讲究一个时机，时机到了，他们自然会开门。现在是下午的1:54啊，下午1:54，大家一起把灯牌点亮一下啊！对，大家只要顺其自然就好了啊，不要去过多的去干涉他们的一些行为啊。哎呀，这怎么这么冷呢？你们能不能听到下雨的声音？能不能听到风的声音？星儿是在这儿是最能吃的最幸福的一个熊猫了。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。你看那些评论奇奇怪怪的那些都是没有灯牌的没有关注的知道吧，你发现没有，那评论特别奇怪的都是不带灯牌的不会没有关注的，我怎么就觉得感觉这为啥是这样的，带灯牌的评论都挺正常的、你发现没有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带灯牌的他评论都很正常，熊猫它就喜欢冷的，你知道吗？它喜冷怕热。哎，在哪儿了？它在这儿呢。哎呦，哎呀，啊！有的朋友说什么屁屁没人那啥，哎呀，这天天下雨的，坐着吃竹子，屁股那后背本来就容易脏啊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嗯，这是。对吧，你这人家坐着吃竹子你后面肯定会有点黑的，这个很正常我觉得。是吧，这种很正常的呀。你坐着吃竹子肯定这屁股这个地儿它肯定会沾着一些泥土啊。对吧，这东西很正常的呀。哎呀，那时候不要这么那钻牛角尖儿啊。对，大家，哎呦，这人气榜都忘记打了，光顾聊天了。这榜打的我都特别郁闷啊，我都打的特别郁闷。这人气榜打的我都光顾聊天，忘记打榜了。哎呀，这什么闹的？哎呀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他现在都只剩下3分钟了，你还来得及了？都光顾聊天了都，来不及了，现在。哎呀，这谁坐地上，这都会脏，知道不？你坐在这个地上，你也脏，一样的。啊，你坐在地上，你吃，对吧？吃盒饭，你也脏啊，对吧？这东西很正常，沾个泥土嘛。哎，他是不是在下面呢？不动了。哈哈，咱坐久了还有老茧呢。对呀，那有的人坐久了那下面特别厚，有老茧呢。有的人就皮厚啊，坐太久了呗。他把小泽当邻居了。哎呀，我要是他的邻居啊，那就不得了了啊，那就不得了了。那我不成国宝了，我要是他邻居，那我不成这，那我级别不就上去了啊，那我也是国宝了。哎呦，真漂亮啊，又去找毛笋了，又想找毛笋了，这几天就天天研究的。哎呦，又在他老婆门口了啊！哎呀，又在他媳妇儿门口了。点点关注啊，大家一起把关注点一点吧，粉丝灯牌点亮一下啊！这是现场直播啊，这个是现场直播。
开门是要讲究时机的，好吗？要讲究时机的啊，特别是像这种现在这个时候啊，现在下午两点钟，嗯，哎呦，别叫了。他叫星二，在毛笋的场地里面啊。